也算帮你借借水了。你前男友现在换你包容了。好了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看他信你还是信我呀？高山，我知道你在。A few moments ago。啊，不是跟你一起来了？你说我要不要看？要了吧。现在我穿成这个样子，我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不如趁这个机会就老远一样。你想得通，跟你的关系不可能。2000 years later、啊。你，我也算间接帮你甩了你前男友，现在换你的包了。好了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猜他信你还是信我呀？3、2、1，开始。导演，我要在那一说台词，他就自然，就很随机。4、3、2、1，Go！ 没开机呢，等会儿开始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帮邓丽赚外快给他搬家具才进来的。这个口红你是刚才他抱我的时候故意蹭到的，他为什么抱着你？你问他呀。搬家具的钱只多不少。不再见，不再。